小伙伴们，欢迎观看本视频，你可以点击收藏或者是点赞，喜欢的话可以记得关注哦。打劫！大哥不要开枪！哦，有钱！一个大老爷们身上就揣一块五，穷逼！站住！你骂谁穷逼啊？骂你穷逼！我不是穷逼，你是穷逼！我不是穷逼、啊，就是！你等着，我借钱，我就要给你。骂我穷逼！来，你先。喂，蘑菇，借我200块钱。我，喂，你等着，我还有朋友。茅台，我想借。喂，妹。进这些没用的，我不是穷逼，我不是穷逼，我，哎，看见没有，救命的来了！哎，球球，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呢？能不能把哥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不要再借钱给你了，你也不要再打给我了。扎不扎心？老子从业20年，你这种状况第一次见，你真的吧？这两名，这花瓶是咱老板最喜欢的，20来万刚拍回来，你完了，你等着吧。哎呦，啊，你再帮帮我，你我怎么帮你？20来万我都赔得起。我七十万，我差你一个话。我有个表妹叫球球，你知道的，我介绍给你。哎，球球，那怎么？老板没来是吧？来，先弄弄，这个月盗贼遭贼了，小偷弄的了啊。妹子，两位走一看，这小偷太可恶了，把花瓶给你砸了，就最喜欢的花瓶。哎，幸亏我按了监控。我先走了，反正没找真。求你得给我呀！本视频由万国工作室制作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感谢您的指点。